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，我們必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，維護國家安全，確保愛國者治港，聚焦發展。國家的《十四五規劃綱要》一如既往，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的地位，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、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以及風險管理中心，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，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。此外，《十四五規劃綱要》加入了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，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，以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這八個中心將會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機遇。香港潮州商會根深葉茂，人才輩出，相信定能承先啟後，繼續與特區政府並肩同行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為香港發展增添動力，為家鄉、國家貢獻力量。